もぞ。这家店老板是我朋友，本来这里已经打烊了，我专门麻烦他为我们延后两个小时。This way, please. Thank you. 走吧。请坐。一百天这种日子我来请客，到一千天的时候你再请回来。啊。Would you like to order now? Yes. Oh, let me introduce you the menu. Salad mushroom, potato, carrots, and broccoli. Soup is made from broccoli, potato onions, and chicken beef salad.小姐，今天前菜我推荐路边海鲜小烧烤，如果你想吃点其他的话，主食我推荐意式蘑菇烤冷面，如果你想再洋气一点的话，日本的那个半生不熟的牛肉也不错。小姐，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有意见，可以投诉我，但请不要嘲笑我好吗？那我就要一个意式蘑菇烤冷面吧。We'd like to order two pieces of Italian spaghetti with bacon. Okay. Thank you. 那说好了，一千天的时候你要请回来。像你这么有企业精神的人，应该不会反悔吧？好啊，那如果我们分手的话，我也一样会请你的。想得美。我大学可是专门学法律的，你玩不过我。那我们就走着瞧了。我要先给你戴上这个小围裙。啊？这是什么？这个上面画的意思是，和亲爱的人一起吃饭是永远不会变老的。Thank you.